林河，你叫林河没死？对啊，林河姑娘，你不是已经怎么会？我原是七邪一员，我就知道，自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身为棋子，我本该以死亡终结，但是我舍不得丹狼，所以最终还是服了雀雀先生给的假死药。我虽然想换个身份继续陪他，但当我看到他为我那么伤心、愤怒、无助，又因我而遭受无尽的非难，我发现自己欠他实在太多，唯有来此才能偿还他一二。原来林恒真的是自己写的，所以圆月之计真的是他弄的。风中浪士，大家走稳了。这地图好真实哦。诶，这是门行。天照神章。诶，等一下，所以不是走那里，那是走哪里？这里可以攀爬了，真是的。别等了，看到蓝香回来，觉得好棒啊，超级怀念蓝香。继续前行吧，别管我们了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的牺牲白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怎样？这可以跳吗？还是怎样？哦，对，要跳了。好，这要爬了。金屋朝阳，所以思雨之前一直挂在嘴边的哥哥就是朝阳啊。然后刚后羿说的女主哥哥是后羿射日的故事吗？朝阳哥哥，同盟，住手！余兄，冯蒙身法迅疾诡谲，再加上浩大的混沌之息，我们需联手以星轮之力压制，方有胜算。你勿需担心，尽管上前，我会配合你。阿天，朝阳上神他，你们帮不了他，他中了混沌之剑，恐怕再过不久就会被混沌吞噬。你胡说，朝阳哥哥不会死的。哥哥，哥哥，你那么厉害，现在只是受伤，你会好起来的，对吗？哥哥只是暂时不能动了，哥哥绝对不会输给混沌。
哥哥知道，你一直很想与哥哥一样，成为人人注目的太阳。只是，这其中的辛苦与责任，哥哥却一直不愿你承担。现在，哥哥知道你长大了，所以你要代替哥哥重回天际。哥哥，不要，七羽不要长大，这是哥哥的羽翼，七羽不能拿。七羽很笨，什么都记不住，什么也做不好，无法代替哥哥的。朝阳哥哥，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？七羽一定乖乖留在你身边，再也不乱跑了。哥哥，我不要你的金羽翼，我不要。小雨，哥哥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这是小雨喜欢的人界，小雨想要守护这些人们，是不是？哥哥就在这里看着你，你也不要生哥哥的气好吗？西域不生哥哥的气，西域最希望哥哥了，所以哥哥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哭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希望自己能变漂亮吗？又不是飞上去就不能回来了。西域千万小心。西域妹妹，小卫星，我叔姐姐，对不起，西域不能再陪你们往前了，西域要继续完成哥哥的心愿。记住，神人齐心，才能平息被大义怨恨所驱使的混沌。我的元魂绝不交出。区区蝼蚁，看吾让你魂飞魄散。霍天等等，霍天，冯蒙也是被大义所杀的可怜人，看他的模样恐怕也是遭受控制。哼，他既早已是行尸走肉，除与不除有何区别？且让我以净化之力一试，或能让他恢复清明。银川大哥，我也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师父，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？不可被混沌迷惑。师父，不，师父，不要！我不想杀人，不要这么对我。冯蒙，我分明已被师父杀害，魂体还被提去重塑童宫，为何还能？是你们还我清明。不错，你们不该助我。摄星辰，诛星神，
我是靖的罪魁祸首，我清楚记得毁掉的每个村子，记得那些哀嚎声。就算此时以身祭奠冤者，仍是罪无可恕。冯芒，你想做什么？金乌反天，混沌幽鸿应能消停些许，趁我还有一丝清明，必须与他做个了断。若真如冯芒所说，我们必须立刻前往神鳌之族，不可再耽误。天色变亮了，西域他正独自一人在天际努力着，我们绝不能辜负他的心意和朝阳上神的牺牲。小笨鸟，没想到你是那么的勇敢，你可千万别被混沌打败。或许我也该做决定了。西域回天上了，西域变成太阳了。我还要这样爬过来啊！我刚找了一下，还走回去，想说奇怪，我妈去哪里阻止大意？原来是从这里爬上来啊！这里太难找了吧？因为这个游戏没有所谓的地图，谁都是要自己去看的。但是指南针有跟没有都没有用。我也没在看那个。好，我们到了，终于，不知道了，就是走到新的地方了。又有怪，能不能让我们直接到大一旁边呢？强行突破。那我们现在打的是化蛇了吗？对，修蛇不是化蛇。不是他，修蛇。修蛇？难道他当年未被射日王所杀？射日王当年虽号称除去六凶，现在看来恐怕是趁机将修蛇纳为己用。好，当年来吧。我们打赢了化蛇还是修蛇？好，攻击吧，我感觉目前好像是攻击最重要，然后速度的话呢，因为我们的棒书会加速，所以说速度不怎么重要了。那处石壁似乎是唯一前行之路。眼下这些邪物逼得如此紧，根本没机会攀上去。中中，刚好。小飞星，时间宝贵，我们可不能全浪费在这群邪物身上。此处就由我与游民来断后，你们快些攀上石壁。迎川大哥，
混沌之灵如云屯雾集，留你二人在此并不妥当。蓝妹妹，这是小觑你银川大哥，莫忘了我最精通御水之术。小飞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银川，我们稍后会合。我们稍后会合。他该不要牺牲了吧？银川，既然用了这招，你会睡着的。累坏了吧？偶尔休息一下也好。幽眠，你放心，你这次醒来不会再是一个人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你的。哦，他们两个也死掉了，现在感觉全部人都一个一个往前走吧，别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全部都一个个死了。天哪，银川跟永年。好了，我知道我往前走。你这里要怎么走？这要如何行走？有地方可以爬吗？这里？不能回头，我们只有继续前进，才不枉这众多牺牲。哎，是啊。他们的修复神器，我开飞机来了，长得像库奇耶，有没有像库奇英雄联盟那个？哎，掉下来了！啊、他们是开飞机来骂我们东西，怎么好笑啊？哎，怎么走不过去？可恶！开飞机来卖我们东西，感觉啊，这应该是最后的战斗了，我都感觉了。好，蓝香买一下他的武器哦。然后汪叔武器已经换新的了，飞星也是。谁？要帮我买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往前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了，感觉这是情况。人家都开飞机来卖我们东西了，应该是要大结局了。我看到大玉了，他就在前面，然后我掉下来，糟糕！
定让你付出代价。不成气候的小乌鸦，以为披上了雨衣就能遏制混沌幽鸿，实在天真。星童，我只剩下唯一之法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你人不应同我前来。此去林洛，我愿随你去任何地方，即使是奔赴死亡。冰露，心痛姑娘。啊！真是自找死路。孽徒，你竟然醒了，迫不及待的想除掉我。是因为恒娥吗？师父，我和师娘是清白的，你如今心智已逝，我定要阻止你的野心。很好。都来了，摄氏王，为何你会变得如此？你曾经是九州万民的英雄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要与你为敌。很失望吗？呸！什么九州英雄？那些愚民只会坐等有人为他们除害，待灾厄皆过，便开始对我神力退散负伤之事指指点点，全是一群忘恩负义之人。哼，既然如此，就全部消失吧。我将你最后灵魄与他一搏，混沌之心时，我们务必利用机会将他击败。风民村之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啊，风魔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来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场战斗了，大 boss 了，魔化大意。我一定要给小弟和谭静报仇。就算我的混沌之力暂被封盟封了三成，对付你们仍绰绰有余。如果再加上无呢？我觉得大意真的是自卑感造成的，没有人对他神力退散指指点点吧，这都是他的幻觉啊，我觉得没有人这么觉得，他自卑感导致他有这样的错觉，变成丧心病狂。谭静死的好可惜，我还蛮想看谭静跟望舒有些其他的互动。对啊，那一刻我真觉得谭静好像变成主角感觉了，那一刻突然觉得最喜欢人物当然是谭静啊。请多指教。怎么回事？混沌之息受到了压制，甚至有渐弱的趋势，是霍天那小子的缘故吗？霍天最终还是决定要帮助人类了吗？
的力量。不可能，这刺耳的歌声。握手，别去。你放手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不许脏了自己的手。他身上的混沌之息正急速消退。驾众神之上的三界之尊，混沌为我所有，为我所用。回应我，回应我呀！是你。一定是你动的手脚。最后，你还是选择帮助这些低贱又卑劣的凡人。吾要帮谁，与你何干？你不是最讨厌这污浊的人界，早就想将它毁去。难道？你忘了搜集五色石的目的，忘了天界那些自私的家伙是如何待你，还是你已经不想再复活你的姐姐？你在胡说什么？阿天才不会。可笑，真是可笑！堂堂上神，为了几个凡人，居然自甘堕落！够了，给我消失！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的，我将永远。混沌同在，你也一起来吧。阿天，霍天君不要抓着了，混沌幽红。是我们想要进混沌救霍天吗？不，这里似是混沌中心。霍天中了大意之剑，恐怕也是落入了此处。我们必须快点找到他。仙儿，屏气凝神，心无旁骛。一切声音都将在风的流动中静止。凡人是不是很奇怪？明明那么自私仇恨，却又为何会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？